好，我们现在就要告诉你那个均衡系数的事情。平衡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氢加氧变成水，几个氢加几个氧会变成几个水。原子说告诉我们说，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其种类跟数都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原来有两个氢，后来就要有两个氢；原来是一个氧，后来就要有一个氧，所以数目都要一样。那我们去做这个动作，让我们的方程式的左边跟右边反应物跟生成物的原子的种类跟数目相同，这个动作叫做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平衡方程式。然后这个就没有平衡。左边两个氢，右边两个氢一样；左边两个氧，右边只有个氧，就叫做没有平衡。这平衡好了，左边有四个氢，右边有四个氢；左边有两个氧，右边有两个氧，这平衡好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做，我怎么样让它从没有平衡变成有平衡？有平衡 ，OK。方法有很多种。方法有非常多种，什么代数法啊，什么之类的，还有这个价数法啊。我小时候学的时候是用价数的方法，那现在呢，我们国中都变得很简单，我们才用观察法就好。观察是观察方程式，不是观察旁边同学，啊，观察方程式看一看就会知道答案了。来，怎么做？把最复杂的元素当作一或者是二。如果你看得出来，你可以设成二；如果你真的完全看不出来，设成一就好，设成一或二。然后从两边只出现一次的元素开始平衡，让左边跟右边一样多，然后依序往下做，依序往下做，全部把它做完。必要的时候化成最简单整数比。你做出来一个，这个是一，这个是二分之一，不行，因为没有半个的反应，整个的反应，所以没有半个在反应的，所以要都变成整数，所以要最后要把它化成简单整数比，简单整数比。好，来举例，平衡，第一个水变成氢跟氧，没有平衡，左边是水，右边氢跟氧，从最复杂的当作一或二开始，谁最复杂？水最复杂，写作一，写一，所以一个水。然后呢，第二个从两边出现一次的，左边的氢出现一次氢，右边一次氢，左边一个氧，右边一个氧，所以氢跟氧都可以用，随你挑。啊，比如说你现在要挑的是氢的话，那左边一个 H2， 右边怎么样？一个 H2， 好，写完了。这个 H2 旁边没有东西，右边的氢气旁边没有东西，就不要动了。就再回来看氧，左边是一个 O， 右边也要怎么样？一个 O。可是你那个 O 是二 O 二啊，所以怎么变一个二分之一嘛？一半，二分之一。OK， 好，平衡好了。左边一个氢，右左边两个氢，右边两个氢，左边一个氧，右边一个氧。可是刚刚讲过要怎么办？化成最简单整数比，所以通通乘以二，平衡完。2H2O 等于是2H2加 O2。OK。下一个双氧水变成氧跟水，方程式没有平衡，双氧水变成氧跟水。第一个最复杂的，谁说一或二？谁最复杂？双氧水最复杂嘛，过氧化氢最复杂，所以一个。从两边出现一次的糖开始做起，左边出现一次氢，右边出现一次氢，左边出现一次氧，右边出现两次氧，所以氧你能不能用？不能用，不能用，所以要从氢开始做起。氢左边有，所以要从氢开始做起。氢开始做起，左边有两个氢，右边要两个氢，右边只要两个氢，也写一，写一好了。一完之后就看旁边的氧，哎，你只要氧而已嘛，没有别的东西，还有一个氧。那这里边左边这个一固定了，总共要两个氧；右边这个一固定了，有一个氧；左边两个氧，右边一个氧，还差几个氧？
一个，所以要再只剩下一个氧，那二分之一变成一个氧。下面左边两个氢，右边两个氢，左边两个氧，右边也是二乘二分之一，一加一是二，也是两个氧，平衡好了。但是不行，要化成简单整数比，所以方程式平衡完长这样，可以吗 ？OK 吗？可以吗？好，最后一个，碳酸钠加盐酸变成氯化钠、水跟二氧化碳，这样长这样，碳酸钠加盐酸产生氯化钠、水跟二氧化碳。第一步最复杂，写作一或者是二，你就写一吧。碳酸钠最复杂，写一。好，第二个，两边出现一次坐起，那左边一次，右边一次，碳左边一次，右边一次，氧左边一次，右边两次，氧不能用。氢左边一次，右边一次，氯左边一次可以用。但是我这个一固定好，所以我要从一开始做起，一做起。所以我去找钠或者是找碳，我找钠或碳，那我们挑谁？挑钠好了，挑钠。你左边有两个钠，对不对？所以右边要两个钠，所以就要写二。那这个二写完之后，氯就定好，对不对？氯要这边要几个氯？两个氯。所以右边要几个氯？也要两个氯，写两个氯。那这个氯定好了，氢就定好了，对不对？这有几个氢？左边两个氢，右边有几个氢？两个氢，所以要写上一。好，一定完，氧就定完。哎，氧不行哦，氧不行哦，因为氧定完，因为氧出了两次，对不对？就不要动。好，那还有谁只出了一次？碳，碳，左边几个碳？一个。有没有几个碳？一个，一个。那又是要氧，又是氧，对不对？哎，那右边通通写完，都定好了吧？那其实右边几个氧？一加二，三个氧。大家看氧，这边几个氧？三个氧。哎，都好了。都好了。查一下氧也 OK 了，水平衡完毕了。化成氢，化成氢长这样，我就平衡掉了。OK， 这是我的最后结果。这个动作，这个找到系数的动作，会跟我们以后要做的计算有关系。所以你要能够找到这个系数，这就是我们告诉你如何用观察法来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可以，求爱方程式，可以吗？有人有问题了吗？没，很好。